我突然想起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杨明的死可能跟我有关系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知道你坦诚，哎，可是这坦诚也不代表什么都可以说吧？可是他跟我说，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杨明。这句话他说可以，你说不行。不爱的意思就是，不可专情于一人，见一个，爱一个，爱一个，好一个。楚黎明，你个无赖！爷，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是仙儿。给仙儿姑娘赎身的只能是我，让他们都滚出去。楚黎明，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了？你的牌子呢？这枪就是我的牌子。可是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吗？你别看他现在表面风光，但不过是神机营的副都统，最多也就是个二品，论爵位也不过就是个贝了。而德齐王爷的孙子，那可是实打实的世袭爵位。你想啊，等你嫁过去，你便是名正言顺的嫡福晋。